长叶酒罐哦，一般来讲都是种在这个中景或背景，它需要的空间会比较大，因为它长非常非常大颗。现在这一颗大概有50公分那么长，那是从非常小颗开始种哦，开始养，这都是水中叶。我们懒人缸的生态水产有三个基本的标准，第一个就是不用换水，我们有自行研发的生态过滤系统，可以有效的分解水中的毒物。第二个标准，我们用天然的细沙，永不更换，也就是永远不用翻缸。第三个标准，就是我们不用任何瓶瓶罐罐的药剂，除藻、除螺、除氯、水质稳定剂等等的瓶瓶罐罐的药，我们任何都不用。我们卖的水草全部都是水中叶，而且是在生态的环境中长大，姿态自然、色泽漂亮的水草，我们才会卖给你。